Cabral, serve your world. 成就生活极致，创造无限可能。Cabral, serve your world. 标新立异，尽在凯擘。中青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我是林桂英。今日是在新历的三月十九号哦，旧历的二月十九，礼拜三。好，在新闻一开始，咱就用三十秒的时间来看麦，今日有啥咪重要的新闻。今年福建人坐火车无要买票，被铁路警察查到是见笑灯生气大闹列车，影响着百外位坐火车的旅客。车弄着汽车，技术在富林人红色伫咧汽车底，过一滴老油，无人敢弯过救人。好佳哉，有一名护士经过，赶紧将富林人家救出来送病院急救。桃园中正宫四妈祖单纯未了甲祖，花轮来到新港环宫，一路边将是摆张案，诚心迎接这个妈祖的轮轿。好，来讲起这新闻，首先哦，来看这名富林人哦，讲坐火车无买票，搁一站换一站来逃避这铁路局人员诈骗，最后哦，讲也是逃袂过哦，予列车长撞到，因此是大闹这区间车甲铁路警察这列车长哦来殴殴了，如了哦将近这十分钟，区间车无法度开驶来影响着百外名的乘客。一名富林人伫咧火车顶悬喊甲大声细声，列车人员甲警察真无奈，徛伫咧边啊。因为富林人无买票，嘛无愿意来补票。要了，要不然我一下怎样？列车规个袂停袂动哦，过程当中富林人佫甲警方发生肢体冲突。这现在我帮你处理啊，你下车。我还没出站呢。你先下车，我帮你处理啦。那人家车要开了，你不要影响到多旅客。你怎样？我拿你东西吗？我拿你东西吗？你再踢我，我跟你还动物哦。无买票，搁乌乌亮，火车耽误将近买十分钟，连乘客拢看袂落去啊！处理什么东西啊？先下车再处理啊！掉什么？拖拖累啦！我现在怎么调戏啊？最后伫咧边仔边将想讲买个红耽误时间，是提出五百块来祝贺富林人补票。谢谢你的好意。我可以还你，我会还你，谢谢你。不要再。妈，你先下，你下车。先下车，不要影响到旅客。那么多人等你搞。我找那个车位去吧。你坐下班，坐下班。铁路人员嘛，呼吁民众，这坐车爱乖乖啊买票，啊若无被查到，将伊票价加罚50%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中华采访报道。啊，那过来哦，在溪湖镇西宽路发生一件修理车弄机车的车祸意外。由于当时这机车不断来漏油哦，富林人刚从地底这个机车底情况紧急哦，就安尼这样拄好哦，有一名放假的护士拄运动刷经过哦，伫咧救护车也未来进前哦，是赶紧上前指挥边仔的民众哦，做回来救人，这爱心的行为，予民众是真娱乐。桥顶西宽路唯一个路口，一名富林人骑机车，被修理车弄倒。富林人的脚被机车跌掉的，当时机车还一直漏油，边仔的人哦，都唔敢上前来救人。所以你好，危险，所以我们桥都来抓你，叫你来坐车来啊，吼，叫我车来啊。好佳哉，有一名休假的护士拄好经过，伊是一边指挥边仔的民众，先甲富林人扛出来路边，简单替伊处理空嘴了后，是来等待这救护车来救援。嗯，没有，是因为车祸受伤，因为刚刚那边车子在漏油，本来移到这里，目前是外观是还好，没有什么。因为比较大的那个伤口。来，油已经漏，快已经漏，已经快要漏到他的脚那边来了。哦，很大量的油一直漏出来，一直漏出来这样子。然后他发现我比较强壮了，他就说那你比较强壮，然后还教我用正确的姿势、哦、把它搬移到大概离机车的距离大概有快10公尺的地方安全，然后还一直陪伴他，然后
跟他聊天，让他保持清醒。哎，因为车咧漏油，加上民众唔知胡林人受伤的状况，地速胡林人伫咧救护车来进前，只会当倒伫咧危险的环境当中。伫咧这位热心的护士简单救护之下，胡林人只受淡薄仔皮肉伤，想要感谢护士救伊一命，但这护士哦是坚持无要留命甲生，护士休假，阁无袂去救人的本质，这见义勇为的行为，使人真钦佩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客户采访报道。就当国小的小朋友讲去参加2014年的科学创意竞赛，是咧打败20多间的学校，抱回前三名的好成绩。广告转来来看因精彩表现。我正式宣布参选彰化县长，以资深领导的经验，打造一个有温度、有故事、有笑容、能够感动人的城市。发现感动力，看见新希望，未来看我，县长参选人廖正贤。凯擘大宽屏120枚光纤上网只要888，再享15000元数位家庭好看好玩包免费，有 HomePlay 2年免费用 ，Super MOD 2年免月租，室内 WiFi 免费装，还有1500元购物折价券马上送，快拨0809-009-658，凯擘大宽屏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县长参选人陈文翰，文翰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家家户户拢平安幸福，县长选文翰，服务无分大细汉，县长服文翰，事农工商拢大赚，拜托拜托。我是林桂英，明仔是拜四，嘛是旧历的2月20日。根据这通讯记载，明仔在位有讲在正东方，好时是下晡一点到三点哦，下这个动土加收租。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，咱做回来关心。新闻继续来看，这三位小妈祖伫咧3月23妈祖生进前，全台各地妈祖庙拢会来进行绕境的活动。为婚礼嘛，被绕境返疆军粮出去的这汤圆龙德宫四妈祖，17年来每年哦，讲拢会登来甲做哦。这19号花灯哦，嘛来到新港返疆，受到庙方哦盛大迎接，现场气氛是庄严又个热闹。汤圆龙德宫四妈祖南巡婚礼未了，将返疆甲祖8天7夜，19号回銮经过新港乡，参加村民沿路拜香案，诚心接驾。四妈祖銮轿一到，信众赶紧跪落来软轿脚，祈求平安顺事。官府县长甲乡长嘛拢来欢迎接驾。咱所有神头啊，所有信众呢，啊来遮呢，特别呢，特别的吼，要来接咱妈祖。啊，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气氛。啊，来到这呢，啊，受到咱所有乡亲呢，啊，士大呢，啊，来给咱接驾。我相信呢，咱四妈祖呢，一路上呢，啊，拢来扶持大家，啊，来保佑大家。全国上长的距离吼，啊，448公里，啊，拢是暗时吼，暗时来徒步吼，啊，来绕境吼，欢迎吼，啊，咱来咱新港花园宫吼，啊，咱的妈祖婆吼，嘛真灵感吼，啊，会当拢保庇大家吼，啊，会当。
啊，国泰民安吼，风调雨顺。梁德江四马祖乱叫十九号暗时驻地伫新港花园宫，主委表示，梁德江四马祖真灵感，会使来花园宫回乡是真好的宗教交流。咱甲即个梁德江嘞，即个交流嘞，已经也有即六七年了。啊，咱受到梁德江的疼惜，啊，爱国，啊，伊嘞是用物件行出来，啊，所以讲梁德江嘞，即处嘞，啊，非常的即个壮观。梁德江南巡甲组八天七夜，收到真侪信徒的扶持，经过各钟头，拢受到虔诚信徒迎接，显示妈祖信仰伫民间的重要地位。多中华新闻南青新港采访报道。中华南庙宫前往本港进香、新港回乡的行程，十九号妈祖的銮轿是登来到彰化市，并将热情迎接到彰化妈回銮，嘛后六天五暝的进香行程是顺利圆满。南庙宫妈祖前往本港进香、新港回乡，长长的回銮队伍沿着台一线，十九号中昼进入彰化市，展开盛大祈福绕境。随行护驾的信徒表示，一路真忝，但是嘛坚持信仰，行完全程。是很累啊，然后跟着妈祖一起走，这样子蛮开心的。今年是阮老五妈的降头年，有妈祖咧加持，哪会忝？咱南庙宫哦，过去哦。啊，足久我著自囡仔时代都捌听讲嘛，参加足济。啊，即马难得，迄个，搁即次吼用行的吼，用步行的安尼吼，行到即个各庙宇吼，啊，拢受到足济欢迎，比较较特殊。咱即个北港吼，二十七年无去吼，即一回搁去安尼，啊，北港遐的地方民俗吼，是安尼甲咱彰化嘛吼，欢迎到安尼。妈祖銮轿进入市区了境，掀起一波高调。暗时七点左右将回銮安座。市长邱建富一路随行，真感谢各界扶持和协助，行程顺利圆满。前往本港进香回銮啊，了境市区受到各乡镇时代大家热烈的这个欢迎吼。那么真侪镜头拢出来迎接，咱看到讲咱彰化妈心里很热，而且这回咱得到国家无形文化遗产。真侪鼓励拢伫即个来体验吼，所以咱一定沿岸八点诶立标来做一个主驾，非常感谢咱各公庙啊、各友庙大家共同来迎接咱彰化妈。南庙宫甲五年本港进香行程，今年轮值老二妈、青二妈、老五妈出巡，沿路民众热情接驾，嘛彰显属于彰化妈印外风的传统盛况。多彰化新闻，南青彰化采访报道。好，过来哦，带乡亲来看洛东国小十二位的学童参加2014年科学创意竞赛。因两负责科技班哦，成功是来贴出这310公分高的巴黎铁塔，以及设这个科技班甲分这乒乓哦。最后嘛来拍败这20多斤的国小，摕下冠军的前三名。洛东国小这十二位学童分作三组，每一个人是真专注小心，有人在加纸牌，有人是一张一张组合起来，还有人负责制作顶端尖头的部分。他有没有吃的？如果歪的话就要调整，然后如果还是一边深一边浅，然后就可能要把比较深的要先检查浅的地方有没有办法插下去，没办法的话就要把另一边拉起来一点点。扑克牌贴加就亲像一座巴黎铁塔，要贴出这么高的高度是真无简单的代志，因为完全袂当用任何的胶水、胶带或者是粘着剂。要组上去的那个接点，为什么比较难组上去？因为如果那里剪不好的话，那么就会。我们从寒假就开始准备了，就是我个人觉得最困难的是射扑克牌，因为对女生来说，就是射的时候就是。这种东西就是男生会比较拿手，可是就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练习。那这一次的包办前三名感觉怎么样？觉得很欣慰，这样之前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另外，下扑克牌提速讲分一个玻璃龙球，即挂科学创意竞赛嘛，予洛东国小拍败其他的竞争者，将一二三名拢总抱返来学校。挫折里面去学习成长，然后从微小的成功里面感到一个喜悦，那不断的这样的历练，那其实就成就了他们一个很好的学习态度。那我们非常感谢这小朋友，他在这样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很多的东西。
这十二位小学生用两副扑克牌，总共104张，贴出310公分高的巴黎铁塔，完成不可能的任务，也让因学到团结、耐心，加发挥创意的科学精神。大中华新闻林桂乐刚采访报道。好，拄则是这个小组的科学创意竞赛，这个学生囡仔哦，贴这个科技网是介厉害。另外，伫咧高中组的部分哦，河美高中讲是创下有史以来哦，这上界悬的纪录哦，用这个两副的科技网哦，以及卡斯创意是来贴出373公分悬的巴黎巨塔，或者现场的评审老师是拢感觉真厉害。河美高中的学生发挥科学创意加计算能力，将扑克牌慢慢贴悬。学生就因为这个高难度的团队创作，得到中华师范大学今年举办科学碰撞创意竞赛其中一项的第一名。另外两组学生也得到第三名加佳作的好成绩。创意啊，就是利用扑克牌啊，那制造一个巨塔，而且要在一个密室的纸张里面不让它倒下来，这个可以说是高难度的动作。我们老师可以说他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呢、来构思这样的一个创意。那今天终于把他的成果把它展现出来，表示我们推动这个动手做科学教育的一个成功。学生是用两副扑克牌在 B4 大小范围当中贴出一座373公分的巴黎巨塔，但必须爱大，也爱真小心。在训练过程当中，学生有丰富的收获，真感谢老师用心教导，临场的表现才会使充分发挥出来，顺利得到第一名。学到团队的合作，就是大家要。你要相信你的队友可以把这个塔筑好，特别是塔尖的部分，塔尖的部分重心最容易偏移，所以我们都要等到最后才能，就是等它重心稳定之后，我们才能把纸抽出来。到了会，但是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，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它重新筑起来。河美高中培养学生多元能力，而且鼓励学生多参加各种竞赛，学习到宝贵的经验加技术，成就感加自信心嘛增加真多。大中华新闻淡水河美采访报道。新港在地书法家尤文杰哦，讲真会晓利用这个文字的空间布局甲线条，讲来写这个书法哦。咱先跳穿一个广告了哦，马上回来。要健康，肺路就要通，地方要进步啊，就要靠交通。所以呢，咱西部地区，咱的交通，咱这几年呢，认真甲拍好通。彰化县长卓伯源借由这句话，精简阐释彰化县政府对地方交通建设的重视程度。为了建构彰化县成为一个30分钟便利交通网。县府近年来向中央政府积极争取超过600亿建设经费，让县内的快速公路路网更加完整，能发挥其路网功能。除了活络地方产业，便利居民生活，更能带动县内的观光人数成长。由于河美交流道联络道第一期工程只有连接到县道139线。与河美市区及县西乡鹿港镇的交通仍依赖道路狭窄的县道139甲线。在地方期望10年后，国道3号河美交流道联络道第二期工程在103年2月19日举行动土典礼，并于25日开工。待完工后，将改善河美交流道联络道第一期工程县道139线。及县道139甲线的交通瓶颈，为大和美地区带来更便捷的交通网。为咱彰新路接到咱河港路吼，会当入去咱河美市区，会当接到咱的沙西、鹿港、新港。配合中央政府所推动彰化大城乡经济振兴方案，县府于103年2月24日。办理县道152线拓宽动土典礼，本拓宽工程完成后，
将提供彰化西南地区东西走向便捷交通，带动中科园区、大成工业区、地方产业与区域均衡发展。我们浊水溪的替代道路，已经是咱原来吼，嘛是咱大兴之城这个100亿内底上重要的这个交通建设的其中一部分吼。包括台61乙彰滨台中联络道、县道152线道路工程、西滨快速道路、高铁连外道路等，这些都是奠定彰化未来百年发展的利基，将彰化的交通路网连接更紧密。借着便利的交通网，活络区域经济，包括彰滨工业区、福兴工业区以及正在开发的大成工业区等。而便利的交通路网更可拓展彰化的观光版图，带动地方繁荣，改善县民居住环境，打造优质生活圈，创造彰化新盛世，幸福好城市。中华新闻和新闻介绍来看这个日本飞行船剧团哦，4月27号礼拜日的下晡，要伫咧万林影剧厅演出两场的《罗宾汉历险记》。剧中的主角哦，讲嘛来提前来到咱中华馆举办精彩的演出纪念会哦。副馆长的郭丁峰，佮客串哦，扮演这罗宾汉，和现场的小朋友是看甲真欢喜。动画故事当中的主角就出现在囡仔的面头前，小朋友是看甲真欢喜。为着满足小朋友嘅文化动嘅参加，县政府特别邀请国际知名日本飞行船剧团带来2014年春季戏剧《罗宾汉历险记》，借着剧中嘅故事，希望小朋友会当亲像罗宾汉同款勇敢，而且保持良善嘅心。配合音乐剧的表演。一定可以呈现出最让我们小朋友喜欢的一个优质的剧团表演。那也借由《罗宾汉历险记》所有罗宾汉这样一个非常勇敢而且善良哈这样一个冒险的心，来协助有困难一个弱小来不畏恶势力哈这样的精神，来让我们小朋友可以来学习。国务馆长强调，1966年就成立的日本飞行船剧团，授予着人偶剧团，有180多名团员，已经在世界20几个国家进行公演。表演特色就是以精致的面具、服装和道具来呈现美丽视觉效果，呈现着童话当中的精神美境界，尤其小朋友和文学作品的距离。大众新闻中，谢良中华采访报道。还过来要带乡亲来去这新港图书馆欣赏书法老师尤文杰的书法作品。这届老师哦，送来展出的书法作品，讲拢真特殊哦。除了有各种立体以外，佮创作出书法颠倒头念的离古布局，呈现出另类的书法艺术。新港在地书法家杨文杰对各位书法拢有研究，为了增加书法的趣味性，伊透过书法书写时阵卡面布局，和观赏者有无同款的新鲜感受。那本身比较特殊，是因为相叠的哈。那我们要念的时候，要从那个静开始哈，从这个静哈，静思依酒煮归期，然后再从酒开始哈，酒煮归期忆别离，那第三条就要从忆别离时稳落转，再又从我们的时稳落转进思依酒，哦，这个就是早期是那个苏东坡他妹妹哈，跟他的什么所谓的妹婿秦少游他们之间的一个那个写的一个情书哈。杨文杰的书法个展展现出各种字体书法作品，除了有名诗句以外，真侪拢是鼓励或者是对修身养性有帮助的字句。每一种字体通通有啊，再就是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在想是说，如果都是以唐诗做标准的话，因为唐诗里面都是比较悲情的，所以我都
只要揭露一些哈，就比较有励志性的啦，哦，还有一些就是有修身养性这一类的东西哈，让大家觉得说书法结合我们励志哈，看起来会更加的有意思哈。杨文杰的书法作品真重视每一个字的空间布局和线条的流畅，看起来是字也有多位美感。书法课程在新港图书馆四楼展出到3月28日止。大中华新闻，淡水新港采访报道。今日各地哦，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哦，即温度上悬哦，来到26度到29度。不过哦，为即个尾暗嘛开始哦，方面接近哦，即个北部甲东北部地区哦，会开始来出现即个局部的短暂阵雨哦。到了即个暗时哦，气温嘛会小可来降低。再出暗季的观众朋友，是爱加早一领即外套，才袂起感着。好，过来关心天气状况。就是今日3月19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感谢乡亲的收看，我是林桂英，咱再会。家中风，肺爱痛，血路未通，就是血路血口。会做心眼骨安尼，硬正，头晕目眩，脚麻手臂，胸坎杂杂。甲你清血油，通血路，稳定血压。红漆肺爱痛，予咱健康万事通。红漆肺爱痛，目睭酸，流目油，看袂清，看袂明，红漆啉不完，效果好。目睭才会看个清清清，顺中药红紫明目丸上有效。家中风，肺爱痛，血路未通，就是血路血口。红紫肺爱痛，甲你清血油，通血路，稳定血压，予咱健康万事通。红紫肺爱痛，目睭酸，流目油，看袂清，看袂明，红紫明目丸效果好。目睭才会看个清清清，顺中药红紫明目丸上有效。欧桑啊，你落车脚手嘛较紧嘞。我的骨质疏松、钙质流失，骨头酸软，脚手无力啦。遐唔较简单，食代向丸就好啊。来这款年纪吼，顾身体就是咧顾家伙。你讲食啥货？红紫代向丸啦。食代向丸就对啊啦。阿哥阿嫂，为何啊心操烦？啊，肚胃酸、胃酸稀，劳力劳作镜头对调调。红心加味姑嫂丸，补血、调血又养血。姑嫂丸解心烦，养血够元气，调血保青春。已经到心的照顾咱查甫人。红心加味姑嫂丸。钙质流失，骨质疏松，关节退化，腰酸背痛，脚手无力。顺中药较好，无副作用，强筋固骨头，让你脚有力哦。红心大雄丸，红心大雄丸。